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七猫小说推文项目，全网独家项目，个人和工作室可以批量操作，包含这个详细教程加这个技术指导。现在做的人还比较少，这个拉新率还是很高的，就是做小说推文的拉新。通过短视频发布短视频来引流拉新，就是发布到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啊等这个平台，为故事或小说进行推广。就跟前段时间的知乎拉新是一样的，知乎小说拉新。这是下载之后的百度网盘的整套教程内容，大家看一下，包括关键词的申请流程，小说对标的账号，就是同行的账号有详细介绍，拉新的这个流程视频教程，还有一个常见问题的这个解答，拼音配音，还有这个视频操作教程，还有作者的联系方式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一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，比如说七猫小说或者是小说推文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